显示直播资讯预览那种。我还没试欸。重整聊天室。我查一下破坏机缘。破坏机缘1.15.2。来看一下这个。太麻烦了吧！然后嘞，浪费一大堆时间看那个。安安呢？下午好。哦，我花了刚3分钟看了一个，不知道该啥小的，就是重拆又盖，重拆又盖。还说保证有效，天哪！
放清单。我看一下哦，看这个最准。好，两个方块，活塞 ，TNT TNT， 这个才对啦。然后我要切回生存。对呀，先把东西拿多一点。这样吗？先偷看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好，没事。欸，好难成功哦！影片怎么那么简单？哇，这样很耗 TNT 耶！天啊！这里一定要狂开耶！好难造，等一下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天，算了，我不是了。算了，怎么打破基岩什么的不做了，累死，我们去爬塔吧。这个通知，所以到底是有通知你们来还是没通知啊？感觉是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啊。那校院打什么 QQ？ 干，还竟然那么难挖哦！看一下人家怎么挖的，先按。然后跑下去，第一次看直播 ，Hello Hello， 今天好热哦。
刚好准备午觉，所以是晚安。嘿嘿嘿嘿。我耐热程度提升，还好欸，就觉得流不出汗呢。我现在要挖鸡眼，是因为想盖猪人塔玩玩看。我们再去刚刚的世界好了，那样试试看，测试。再去刚刚的地方，欸，地狱门嘞，这里。等一下，我这边几个，128，128，然后去2288。加五就好了，加48，-48，等一下哦，-48，-68好了，加44，不对，随便试试看，48，然后-48，2522，-49。好，那再来是这个+2227。对，应该228。这样子不会是 EOE 了。那再来是啊，这里吧，哦，这里，海龟蛋。哎，这就是我想看的。你看，如果真的盖出来的话，这数量很多哎，跟拉屎一样哎。跟你讲，几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。拿玻璃好了，拿玻璃。26。
新大陆那个，新大陆那个也是开盖空中啊。深怪塔这种东西要盖空中才强啊。好像不用盖这个呢。吓死人哦！我就是这样子，没有盖空中的原因是因为要生怪压制啊！你看，我现在周围这个目前附近有51只怪，然后我眼前有60几只怪，所以我一定要做生怪压制啊！如果怪都是在下面的话，我当然是不好生了啊，空中就不会生怪啊！现在又没有什么老鹰啊，没有什么鬼的啊。你看，只生在这边的话就很轻松啊。你看这数量怪不怪？小鸡骑士，对啊，所以我知道这边啊有小鸡骑士，那时候有讲啊，我看一下哦，地狱石，地狱石，地狱石嘞。有小鸡骑士就用这个啊，打火机。都想好了啦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我本来一开始是放萤火，可是萤火它是1点多格高，所以我要把那个下面这个再打掉，就是下面这个打掉放萤火。可是那个烧不死啊，那时候测试了一下，小鸡骑士照样。会用飘的下去这样子，而且最主要就是那个啦，这个版本之后有海龟蛋的版本之后，这个才能盖出来，不然之前都只能人站在中间，然后去射一下，然后有的没的这样子。你看，这个升怪效率有没有？所以，我现在要想办法挖穿基岩呐、啊。所以挖穿基岩需要 TNT 啊，但是你看我刚刚穿基岩也没有一直成功啊。地板门不会被烧掉，对啊，不会。那个告示牌跟地板门都不会被烧掉。我开房，我没有开房烧哦。你看哦，地板门，可是很好笑，是栅栏会被烧掉，地板门却不会被烧掉。看哦，这边放一个，然后再放这个。应该有关吧？
还是我开啊，因为我记得这个之前在测试，哦，有烧掉，烧掉。然后有人会多盖几层，可是我觉得顶多就2层、3层吧，就跟那个凋零的那个一样，我觉得3层就够了。你多盖，反而就是生成数量就是固定的啊。啊呢？你看这个效率，还盖什么什么地狱门，让猪人生，这个效率棒多了。哎呦，掉出来了。以前新大陆没办法这样盖啊，以前都只能，应该说那时候才开始研究麦块怎么玩，所以很多。看到别人的影片都没有先去了解，就是先盖再说，然后盖出来就是都很失败，很难过。你看，看这个画面，不说还有以为有人在上面扔生怪蛋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版本的生怪塔很好玩。会比以往的好玩啊！好久没看我直播了啊！你不是有吧？你应该只是一个礼拜没看而已吧？我怎么觉得你 ID 很眼熟？所以我们当务之急，先学会怎么炸穿机眼。可是我唯一知道的那个方法，就是很运气，你手速要很快，或是你那个你的你的什么要很时机要抓得很准，就是 TNT 爆炸的那一瞬间，你要按到右键。所以我还是喜欢1.7那时候的版本，可是现在把版本降回去又升上来，又很恐怖。因为可以再轻松生存这样盖啊，而且盖这个又很安全，你盖顶多就只是，哎呦呦呦呦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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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样子不要乱喷了。在轻松生存盖这个也很棒啊，因为就可以刷金苹果啦，就可以刷苹果，然后就可以吃金苹果回血。可惜是凋零骷髅不能这样盖啊，因为凋零骷髅就是那个区域才会有，它不是一个创客里面的。不然如果这样可以的话，就在。那个什么碉堡上面盖这个，以前好像可以，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一个，就是他在平台上随便乱盖，就盖一个很像贪食蛇的东西，然后上面竟然会生凋零骷髅。啊，那我那时候就是1.7跑到很楼上这边盖，就什么都没生，生银幽影啊，生猪人啊。而且我最纳闷的是，这个竟然不会生史莱姆。小马安安、莫伊安安、林子龙安安、林正正安安，看看啊，2278。
加三二三一，你看剩掉有你了，所以一定要用那个玻璃片盖住。三一，我这边挖开。早打掉了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加三四四 G L A S S， 然后连打掉。哦，因为这只是暂时这里面不要敲掉啊！好，那再就是，我靠，不啊！哎，所以只要一格就够了吗？我这边。有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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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了。然后点打火机。然后盖这个啊，就是要注意是海龟蛋往上两格一定要是空气方块，不然猪人不会理。好了。我们盖完了，就这样子了。这个是挖穿基岩之后我要盖的东西啊，就这样。你看这效率，你看这效率，你看这效率，你看这效率。好热哦，说要换短袖啊。玻璃好像会挡着箱子，这样好像开不了。不会啊，玻璃不会挡箱子啊。玻璃是空气方块呢，你看，可以的。效率很棒啊，拜托。可是要有效率。首先我们要先盖，先把基岩挖穿。你看我们这样就有大量的腐肉跟金可以去跟村民交易了。这个是自动化啦、啊。七九二零五二七，
他站着边。不对，这视角有点差，我们站。我去，换衣服，好热哦。